大家好，你好，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读《走开，绿色大怪物》，作者是爱德华·恩贝尔利。绿色大怪物有两只黄色的大眼睛，有一个蓝绿色的长鼻子，长长的鼻子，有一个长满白色尖牙的红色大嘴巴，有两只扭曲的小耳朵，有一头乱蓬蓬的紫色头发，还有一张可怕的绿色大脸，但是你吓不倒我的，走开，乱蓬蓬的紫色头发，走开，小小扭曲的绿色耳朵，走开，蓝绿色的长鼻子，走开，绿色的大脸，走开，红色的大嘴巴，走开，白色的尖牙，走开，两只黄色的大眼睛，走开，绿色大怪物，永远永远不准回来，直到我说可以。完，谢谢。Hope you enjoy the story. Go away, big green monster. 再见。